宗主书数，河图之数，本于天地生成之象，盖自无入有，首位太极，一气既动，两仪已分，两气相当，五行已聚，故河图象之，其数自一至十，分为阴阳，阳其阴偶，各得其半，而生化之本，必基于二气之和，五行之分，即由于阴阳之变，其生化也。以一阴一阳相合而成，乃于世数中，以阴合阳，以阳合阴，天生则得成之，得生则天成之，故一至五位生数，六至十位成数，生成二数，各居阴阳之半，如将筹比算之，自左设阳筹，右设阴筹，则左数为一三五七九，右数为二四六八十，左右各半也。更将其配合之，为左设申数，右设辰数，则左为一二三四五，右为六七八九十，亦各半也，皆以相得而合。而后有物生焉，故自左之一阳，合右之六阴，而水生成，左之三阳，合右之八阴，而木生成，自右之二阴，合左之七阳，而火生成，自右之四阴，合左之九阳，而金生成，更于阳之五，合阴之十，而土生成，此为五行生成之次序也。其生与成，恰位相当之位，故其数相得。如一居左手，六居右手，故恰相得，有子与无对也，是谓配偶之定力也。因其位相当而数相得，是有合，而见其生辰之宫，此一六居北，二七居南，三八居东，四九居西，五十居中，以既合而后同居，亦如人之夫妇也。故其位之相配以次，数之相得以序，虽有一二之殊，却非父子，而为兄弟，不得视为水生火也。然五行之数，亦为二气之量数，如一六位水生成数，亦即水之量数，以阳一阴六，为其成分也。其所差五数者，系以五之前未生数，即生气，其气能生不足成，而成气必木五以下，由之日与夜也，非至日落，不得为也。以生气未尽，不见成气，故一必与六合，不能与二三四五合也。一六既合，其次则属二与七，二为阴，七为阳，二属生，七属辰，阳多阴少，
乃为火之成分，亦如水之一六合也。以下皆同。盖五行之数字，包括数义，一是阴阳之成分，一是生成之先后次序，一是五行之量数，一是二气之分合总数，一是二五之化成元数，其义甚广，而无不相通。识天地间至数，不得一义者也。如天一得二，谓之为阳阴次序可；谓之为天地气分量数亦可。论五行生成，则次序也；论五行成分，则量数也；论生成次序，先是阴阳量数，而以计二五之精气所行，与天地之行气所积，莫不一致。故河图总数五十五，即有一六、二七、三八、四九、五十相加之积，其属天者二十五，即阳数之基，为最清清之神，故居上而名天。其属地者三十，即阴数之基，为众浊之精气，故居下而名地。其实一阴一阳耳，其间所差者五，此为元气之位化者，虽在天地之中，却非五十五数之内，盖可以名而无名，可以数而无数，故谓中气，即阴阳之间所差之数。然先天初见生化，无序可计，无量可数，有差而无差，有积而无积，盖以阳阴之意，知在动静之间，原同一气，因其动静而后始有数可知，然未具定也。必待五行次第生成，五十五数确定之后，使知其属天者吉，属地者吉，不可以后天之数名先天之气。先天之一团浑然之气，分之为二，是谓两仪，然无量可数也。其为量者，乃五行生成之后，因而量之，是有其名。当初生之时，知之名曰一阴一阳之化合，一一也；六一一也；二一也；七一一也。推之二十五与三十，出无异量，皆属同气，不过计分已久，生成已见，其气已化，其形渐成，而后遣之一中，便未有数可计，有量可量。如一六计成水，是有水之成分可言，盖以阴阳之偏，遂生差异之数，如冷与热，升降异也，轻与重，上下殊也。于是有量有数，可以别其为何物，而物则因之根生他物，气亦因之更化一气，此后天数有一定者也。
要知先天后天之分，本无多异。异者亦有定，亦无定，亦有名有形，有相有数，故有定。亦无名无形，无相无数，故无定。而介乎先后天之间，未出见生化之机者，则可有可无之间，或定或否之类也。其相数，以上言之，先天也；以下言之，后天也。故其相数可量而不可量，可计而不可计，此亦在上下之中，有无之界，如数之一，如位之中，如物之极是也。河图之数亦如是，其数属后天之始，其象属出生之物，其气人纯，其数人简，而以其纯简，乃能为一切之母。故天地数止于十，而积之成五十五，其中之五十二数，即代是五十全数，而最终之五，即代是先天之中气。先天中气，本无五明，而明之五者，即由后天之五也。后天之五，亦主众物，居中央，与先天同，故以其名先天之中气。且因天地各五数，其机之差亦五，而生成之中数亦为五，天地之中心亦为五，故五者先后天之中位，亦先后天之中极，五位至中数，由其序言之，命曰一；由其量言之，命曰五；由其位言之，命曰极；由其方言之，命曰中，皆此数也。故五者该先后天之气数，而独立于其中者，且通先天中气，立后天中极，谓之先天可，谓之后天亦可，以在后天执名曰土。实则土应有三个五，今仅曰中五者，即暗指先天之中气矣。先天中气，本无可名，无定居，无定方，无定形，无定数，而以五名之，以土谓之，则以后天为主也。然此中气，先后天同，而具土亦可以代是中气，因在后天五行皆依于土而后成形。若无土，即无水火木金之职可见，是五行必赖土以成物，亦由人物必赖中气以为生，其亦痛也。如何图中五，是为后天之数，则属五行土之生数；若是为先天之气，则属中极之气。故由河图一变为洛书，仅留此中五不移。由河洛一变为八卦，则连此中五亦隐。所谓一无体，即隐此中五，而将土之成数，暗覆于四方，
与洛书同，此皆是终极之地，为先后天中气所在，而先后天所以变而不离其宗，生化而不失其本者，皆赖有此中五也。故天地之差之五，而大眼与天地之机之差亦五，此五比五，与先天之中气，后天土之生数，皆二而一也。能通而易之，使能明生化之源，造化之机，天人之道，道气之途，莫不豁然贯通焉。夫子讲义特提出此五，以为读者告其旨至深切矣。先天之气，无形无名，因其动静而后生成五行，故生之数五，成之数五，何为实？由先天之意也。先天之意分为实，又分为阴阳各半，更由其生成次序，分为生成各半，故生之初为一属阳，其次为二属阴，其次为三为四为五，以奇偶而分属阴阳，皆生之数也。然生者初见之气，必赖成者而后成物，故初成者六属地阴，其次七属阳，其次八九十，亦以奇偶而分阴阳，其次序恰与生数相得，故一与六合，二与七合，三与八合，四与九合，五与十合，而其生或成，亦以阴阳各得其一为序，故一六为水，则阳生而阴成之；二七为火，则阴生而阳成之。其下木金亦然，至五与十，又属阳生阴沉，则阳占生者多，阴居沉者重，以此为后天生化之大则，即必先阳而后阴也。此生沉之次序共五，而阴阳不等，其一时为生为。果将此中数提出，而不与四方之数并列，则阴阳始平。土虽为五行之一，且居生成之中，却能独成先天之气，而为后天之根。其兼备五行之数，和阴阳之德者，实有自也。故自五行生成之后，其数已定，其量始明，而其为二气之差，亦恰此五。因其兼备先后天之气，而包含阴阳之德，恒能其所不齐，足所不足，而在后天之五，等于先天之元气，作阴阳之中枢，物所滋生，人所滋育，出无限量，故在河洛之象，独以之至于中央，而不与他数并列，且因逆阳顺之序，他数皆异其次，独中五之次不移，名其为后天之极，即先天之精也。以数量言，
属后天者，本有多寡之殊，轻重之别，在先天则无殊无别，以皆一气也。后天之意而必求其同，则亦为此无是赖。其所差者亦恰是此无数。果欲其其不其，足其未足，亦为以此计之。此由后天观测者也。苟明乎五行生成，原由二气之有多寡轻重，若其无也，则所生同一物矣。故所生之意，在乎数之不同，而其不同，即所差之五。如以此中五条计之，故可其一。此系后天之力，以一阴一阳，而后未到，故河洛之后，便未大也。其数使其，若在河图，有阳少阴多，便未洛书，则阴少阳多，皆不齐，呆亦大也。节长不短，而成各半之数，然大眼与河洛所差，亦皆此五数，以其恰合于中数，为阴阳之殊，故少则可加之，多则可减之，以归于其一。若其他数，则不得加减之也。河图之数，远象也；洛书之数，变象也；大眼之数，立象也。言为后天生化之力，包含天地之数，而得阴阳之平者也。故曰大眼，眼者眼也。与古道字特殊图近，即一阴一阳之谓道，由此而演其用，以明生化之力耳。故其者，人其之；演者，人演之，以便于推算耳。如力之至论，与岁月相其也。且大眼之数虽五十，而用则四十九，此中妙意，亦多未知。盖本于象也，五十之象，虽阴阳各半，而其中一数，为二者共有，亦中数也。故用数指四十九。以阴阳分别数之，则各得二十五；若合数之，则各指二十四又半。故其用之宜于合，不宜乎分。苟分用时，则当更减去一数，即中数之一，而各得二十四。于是阴阳之数始平均，若一岁之月十二，气候二十四，以合日之行度，而月之三旬，有会朔望上下弦，亦见月光者，指二十四日，上半月十二日，下半月十二日。未得日照时，于日则无光，是阳之合于阴，亦指二十四，与阳之度殊同。虽合图象阴阳之数，共五十五而至大眼之用，仅四十九，即其分用时，
则指四十八。此由先天意味后天数之差也。其差者，因欲其其不其，足其未足，故恒节长不短，以济于平。此后天之数，以平未归，而阴必后阳，天必包地，日必先月，女必顺男，此皆后天一阴一阳之道。由河洛变异而来者，河洛之数，则亦乎是。天地之数不齐，阴阳之象各异，为其出化，名物未具，数量犹混，不如后天之朗然若定，归然不疑者也。故在河图之时，一六同吉，二七等官，三八如林，四九若清，五十未偶，皆自相得，不多不少，而已成其五行也。若既生成五行，次序已明，数量已定，使得其所差，而变其数，再因其中数，而求其奇，于后天阴阳之道始明，生化之机乃定。故自河图一变为洛书，再变为大衍，其数同而不同，与自太极两仪四象八卦之变异，其力正同。八卦定而后后天之象见，大衍用而后后天之数明，本末始终，各有所记，通而易之，推而化之，则数不尽数，象不尽象，是在经言其自来，而贯彻其有无耳。至于五行之生成，与夫先天元气之初化，何以如是生成？及天地之数，何以分身与尘？世皆造化之阶，未自无入有经历之极。其理为，其一生，初非一二言所可尽。兹就大略言之，夫先天之气，光明纯洁，密至刚健，凝然不动，晶然透彻，本无可名，无可行，乃因含有热情，温气氤氲，光流浑圆，以成其动，动则气摇，光热乃不，不则气分，于是浑圆者渐渐变化，光明者渐渐黯然，此由动而生变，即由一而成两之机也。故无极而太极，执一气之转移，动则有静，阴阳始分，阴为阳化，阳为阴复，二者相失，两仪乃判，其始判也，一阴一阳，由盛纯简，以炫回之故，交合乃成，故阴阳渐离，其气时皆，此则四象之渐成也。其太阳太阴，全然两仪之象，是谓水火之生。太者，言其大也，然非纯阴阳也，以各得其多者为名。
故水为天生地成，火为地生天成。思为两仪之后，四象之初，太阴太阳之所象也。既之者则少阳少阴，一出于两仪，而其所得者少，所成者弱，是谓木与金。此木亦天生地成，金亦得生天成，四者既聚，生成之气未尽，于是土乃成焉。故土者，生成之末，而被两仪之精，全后天之象，皆先天之气，此其生成之序也。然亦非如此简单者，盖气荡无停，金流不见，生机既起，陈述思应，天生于上，的乃应之，的生于下，天乃应之，以两仪出分，立足精强，行走至速，各含生机，均有成德，此生彼成，如电与雷，不差毫数。其分之谓气者时，生成各半，亦与阴阳机偶相见而合。故水之生于阳也，而阴成之；火之生于阴也，而阳成之。其所应至节也。然阳者所生必阴，阴者所生必阳。阳者下，而阴者上；阴者热，而阳者凉。皆以动而变，得其反也。故天动生水而流于地，的乃成之；地动生火而炎于天，天乃成之。皆气变自然而合，出无谓之序，而自成序也。水火既生，其气已弱，故木为阳之为，金为阴之为，气自至焉。生成既重，强弱皆见，今复其始，得反于初，于是土乃生成，而得气独全，以其直气之复也。土生于天，成于地，与先天出生同，而土至后得凝，为后天万有之本。其气全，其数中，此五行所独有者，亦万物所同物，故其用周于天地，立于四行，虽在生成之中，却居后天之首，乃为中央而数中极，此其生化之妙，有非人之所能知。而后天生化无穷，莫不本于此土者，其的气故不同也。先天生化之序，至土而止，而后天生化之功，自土而成，是谓先后始终之枢，恰当道气上下之扭。其为此世界之所贵者，自过于一切矣。故先后天之生化次序，均不同也，而皆以土为贯通之基。舍土则不独后天之生化不成，即先天之生成，亦无有尽其用，
故言后天与先天同义，必自土素其根源。此天地万物，莫不依土而后生存变化也。五行之气，水本太阴，而根于阳；火本太阳，而根于阴。以所生之属与所成一也。故水火木金，皆阴体阳用，阳体阴用。为土则兼阴阳体用，以的气全也。气使动为阳生阴，既复则人反于阳。气之出行，为阴随阳，既定则人暴于阴。土之生成数，虽有阴阳，而五则被二气，时有五之被，一阳之所用。故其体用兼二气，以为后天之母。四气之长，五行虽分，莫不依土而生成变化。是土者之二气之精，五行之本，万物之源也。按之易卦，以艮为土，故曰辰始辰终，以居先天生成之中，为后天生化之始，在后天卦位，艮与坤兑，在连山易序，艮为首位，即洛书之象。二八易位，亦以艮坤相易，以明后天之土，待的之用，为生化之本也。夫艮卦属土，而易于坤之地也，乃能待坤之用。履的之位，其阴气之意，得之冲也。在先天艮位山相，居西北隅；在后天则移东北，与坤对位，而其原位为干所居，名后天之土，即先天之坤，足与天同宫，与的同德。此连山亦所以推位首也。后天之艮，当坎震之交，名生化之源，其成万物中始者，即以其能待得而配天也。故艮在后天，非景山之象，实土之总名也。即以山言，亦对海洋而论，以出海面也。故其待得之德，多见于陆，而其象系大陆也。因地之用，有陆水之别，而土之德，则见于陆，即水亦陆所载所防，而后成其用也。故五行之水，受制于土，而八卦之坎，与艮连居，其意志深切矣。土之在后天，实为一切主，无论何物，莫于阴地以为生化，即空中之气，亦附于地面而后直。其他有形之物无论矣。凡生在天地间者，无能离土以存以变，不独人物之身也。即植物等或无生之物，亦必赖土以存以变。此可以见土之德，为造化之本源所寄，亦即气数之根诸所在。故土之数五，
实为万数之基，而足通天的之用，为人物之权衡。是五者等于一，掩其用广而能通一切术也，在河图正之。一六居北，二七居南，三八在东，四九在西，五十处中，四方之术均仰中央，而其差皆此五，以可见此中术所欲及中气所存。又以阴阳顺逆言之，一三七九，由北而西；四二八六，由西反北。两者循环，以相中始。五独居中，以运其书，不随之一意，时以二五，一同在中。皆气之妙用，术之妙合也。故因术皆逆，而时不动。由先天之本去言，则二四六八应谓次。今以形之逆，故变四为首，六为中。六者谓因术始终之术，在成数为始，在用数为终。阳始一中九，阴始四中六，辗转相合，皆为五。亦即中数所计，中气所存也。一四同行，至九六相交，莫非五数，以明中气之无不通也。五行之术，故如上述，先天后天各书，及其方位，亦有此意。当五行之初见于术也，虽有南北东西之分，实则所指属虚空之象。如以中国论，自当北为水，南为火，木居东，金居西，而土在中央。若合天下言之，则又不然。盖赤道南，则反其寒热方位矣。此理原一名。盖所云方位者，为其气之所宜也。今以土为本，土之所在，当以大陆属之，则凡赤道以北，大陆未多，而南则少，故当以北温盖为中央，而顺势以次南北焉。若果赤道南之大陆，则正与北反，即亦以南之北当北之南，而反其五行之位。盖河图五行本无定方，仅有定位，上火下水，左木右金。若在北温带，则下位北，上位南；若宜南温带，则下位南，上位北。此故就所居得而定，不过水与火对，金与木配，乃不易耳。更推言之，水虽居北，而中国北方皆陆；火虽在南，而中国南方多水，东方亦为水居，西方则多高地。是即岸之无国，亦难以物质求之。况水虽属阴，
而根于阳，火虽属阳，而根于阴，是寒热亦为进水火之体用。木在山多，金出水内，东海无森林之地，西垂少金石之矿，则东西以配木金，亦非一定之理。故五方云者，乃就气而言，就先天之气言，与一岁之所合通，初非一一按之时物也。不然，春温秋凉，冬寒夏热，皆气之变耳。物或随之或否，不得以物执其说也。然若为此言无定，而不信五行之说，则不可。盖五行正同于二气，无地无时不见之，其分别亦至明晰，如水之流下，火之炎上，与春夏之温热，秋冬之凉寒，皆一定不移者，虽至和的和时，仍可验者。故其分别的气之书，成象之意，实有至理，毫无可疑。不过学者一会通其意，勿逆其辞，贯彻其精，勿执其表，则天地之大，日月之明，山川之遥，草木之树，无不可后其气数，而得其类别也。故言五行，重在其生化之功，而探言深刻之理，以求其象数，通乎天道耳。尽是科学，见以尽于事理之讨论，果假以时日，独无中土之书。精以求精，自有会归一途之日。盖五行之说，乃古人探本生化之源，格物致知，穷理尽性，通天的鬼神之道，立人生修养之方，顺吉凶祸福之常，为日用起居之则，故与科学之一同。初非敞恍无据之谈，迷离莫结之论。故中国一切文物制度，无不准事而成，人伦纲纪，世道规范，以及医补之计，言行之真，政教所成，礼法所制，出无不由事而出，所谓归法事也。如天文之轨度，地理之纪程，各有规矩方圆，以应乎二五气数。故欲深通古时文化，必先自意探索，而意之访史和洛图书，以准天地之道，明鬼神之德，其精亦入神。初非言文所尽，经所论者，尚其大略耳。望世之读者，更由是以身求之，数乎有通于古，有造于今，而不独中国文化之德传，无负圣人之教矣。又曰天地之间，万物并生，而所凭者多在地土，则以土为后天生化之母，被五行之气
而为两仪之所合化也。其德全而用弘，居中而运众，虽天之高，星辰之远，日月之明，风雨之降，寒暑之往复，关于天时气候者，若不在地，而莫不自得见其用也。地者万物之中枢，为一切气数之基衡，生变之如质，而人亦随之生长死霉，至于无穷。故后天之土，虽居五行之末，实测生化之源，而其本数则五，故其用亦五，以五应天，则天数成。此时干之为二五也，以五应时，则时令备，此岁序之分为五十也。在地则有五方，在人则有五脏，在行则有五德，在身则有五音，在色则有五色，在味则有五味。凡由天地人物生化之物，接触之事，莫不以五类别之，则以气之所成，树之所至，莫不本于土，而同为五行之象也。五行云者，言气之运行无息而有度也，故五行之未定而方无定。言五者，气自消长，不居一方，而其本位则不异也。如水流下，火焰上，其不变也。若以其所在焉，则无定。如水可居山之高原，火可入的之洞穴，其所异者，水不能焉上，火不能流下，以非其性也。故五方之地，恒随土而定，出非避南火而北水也。且方位者，本天空而言，以皆气也，不可以形论。故天空之气流行不息，而五行随之，如人身之气也。人身虽以五脏配五行，心居上而肾居下，肝居左而肺居右，脾在中央，亦如河图之位。但考其实非定也。盖所配者，气之流行，用之主管，非为物质之偏处一方，不相涉也。故一生之中，气血周流，无处不至，则五藏之气循环全体，无不不连，故曰五行，而不曰五物。正以其运行不定方，非物之可拟也。其岁时声色等，虽分五类，恒有兼体，气之所至，体用见焉。故五行之名，亦大略耳。按之佛经，则谓四大的水火风，分属一体，其象同于一之四正，而的当土，风当木，何之水火，四少精卫，然风亦作气节，与干金同德，
且佛以金刚为佛体，而西方为佛土，是其以金为至坚至净，非色非空，正与纯阳之干同相，则四大之外，人有金也，何知中国河图之相？易卦之位，小易大同，此可以广五行之解，而正五位之说也。盖佛身印度，未闻中国之学，而言若是，足见五行之分类，实造化自然生成，非古人谓之名也。故五行之说，通于一切，而其得用，犹推于无穷也。要知五行之分，故在气之分合，生化之原值，而其用则在于生智之性，以后天生化，非二气之合，不能成其身；非二气之变，不能成其化。五行之性，有生有智，而后见其功用。故水遇土则塞，遇火则克，遇金则悦，遇木则竭。金火土木亦然，各有所生，有所至，则各有所爱，有所畏。于是辗转推演，以尽其性，而成其德。于是万物以生以育，以化以灭，循环往复，莫可纠结。于是造化之功建，而世界以立，为盛衰因果，凡枯消息，以尽二气分合之用，而达天地生成之德，皆由此生智而来者也。故其气往来不息，其数成除不尽，其为万物禀受之本，生死之机，祸福吉凶之源，夭祥顺逆之则，无惧细远近多少美丑之伦类，必皆愿此以为例，无闲于老幼动静之性情，必皆因此以为范，故天地以之程度，人物以之成绩，世界以之成用，宇宙以之成法，神鬼以之成德，行气以之成形，上下筋骨，筋粗巨细，闲在其身智之中，而后数命以成，气象以明，智者察之，以为通道，愚者顺之，以为安身。圣人者其象于卦，是其用未易，以利未交，而宜天下后世，是易之所述，本于河图，而其所逆，莫外于五行生智之力，此凡习易者所当先知也。盖易之卦，虽始为八，终为六十四，而其本则两仪也，五行也，及其分合与生智也。故卦有性，不外阴阳；卦有德，不外水火木金土；卦有用，不外五行生智，二气分合。以此卦象全演自河图者，
而卦那甲那阴那成各立，犹未推五行生至，而尽其用。本二气消长，而尽其功，至享解明也。此习亦必先其合落图，而名卦必先名那甲那辰那阴者，良有矣也。五行生克之理，由于气之分合，气有消长，则用有生杀。以后天万物并生，必有所至，否则独抗，反生未害，故有至始之不抗，而后成其生化，如水的土，则无犯意之害；火得水，则无焚燎之灾。而后水火之用见，利多而害少，故物得其意。此造化之妙用，亦本气自然者也。河图之象，以相生者相接，相克者相对，而明其成至之意，知其对偶，非仇则爱，盖相当不让则仇，相得有合则爱，即以刚柔未变也。刚遇刚则仇，柔遇刚则爱，故其成至，皆以相克而成其用。如水与火，木与金，皆得其所至为助，以其克之，所以助之，虽异其事，实成其道，故相对若仇，而相得未婚，其成生化，全在于此。故五行之运用，必合其生克之情而后见。河图如是，卦象亦然。八卦之位，亦以对偶成至而尽其用。甲子亦如是，故子午卯酉分合水火木金之位，而甲丙庚壬四刚亦如之，皆以相接相对，各成生克之用者也。五行之名固有定，其气人时通，故其用时相未助，而其生成之术，亦恒以为用。如《内经》等书，以数计用事也。在水火木金，多取的数；土则取天数，亦以其独异也。土之生数五，成数为二五。生数时该成数，而五又中数，故独取之以用其用，其指时生矣。太极图一图表四，太极图二。孔子太极生两仪四象八卦图图表五。宣圣讲义，义传曰：义有太极，是生两仪，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，此言易卦所自始也。易卦有八，而本于四象之分。四象者，太阳、太阴、少阳、少阴也。阴阳太少，虽有四象，而本于两仪之化。两仪者，阴阳也。阴阳虽有两仪，而本于太极之所生。太极者，至极也。
言天地万物莫不有始，始于太极，由下而溯其源，至思以极，故曰太极，言无极也。太极之始，阴阳未分，两仪未生，纯然一气，精神光明，未无始之始，无生之生，真体圆灵，气周道明，德智玄玄，神智明明，光和习纯，悠然至清，不可物拟，不可言明，明之太极，立身之根，此太极之象，谓自无之有，太初之母，万有之宗，一气之源也，故曰太极，言其至极，无可上进，无可分移，而不得以名称，以象类者也。夫天地万物，同思气也，同思身也，同思运行不息也，同思有守有力也，而皆自太极始，以太极能生也，有始也，运行不息也，守中立即不二也，故谓天地万物之母，气数之祖，生成变化之大本也。言其远不可知，言其可知，则太极而已；言其外不可名，言其可名，亦太极而已。天地上自太极生成，况其下者乎？故欲穷生化之源，气数之根，必自太极始。太极者故万有之宗，而言亦必以太极起其端也，亦之始也。伏羲之一化，即太极也。谓体一，谓气纯，无数之可计，无相之可相，而计之以一，相之以一，言数之始，相之初也。故易之卦象，即自易始，盖是太极者也。太极之为象，虽仅此一化，其气虽纯，而有动静之用；其精虽明，而有生化之功；其出虽一，而其既动则有所生，既生则有所变。故一之动也而二生，静也而一复。一者为阳，二者为阴，两仪乃生焉。两仪者太极之初变也。太极以气之动静，精之生化，动者自生，静者自化，生者为阴，化者为阳。阴阳既分，其气思变，前之一者，变而二矣；前之太极者，变而两仪矣。故亦自太极生两仪。然两仪虽生自太极，非如后来之生化有父母也，乃自至极之元气动荡而生。因其有动则有静，动静亦也，亦则有别，而后生化见也。虽生化而仍有一气之变，非生自二气也。
虽化而成两仪之名，其使人为一体也。故曰亦有太极是身两仪，言两仪之身，身自一气，而两仪未生之前，故浑然于太极也。是身云者，言自是始身也，名是两仪之身，未生化之初始。而太极之变为两仪，时生化之初见其用，以肃天地生成之本，人物化育之源也。故曰是身。凡古文是字，有自此作时之意，且言其本能也。世界生物，莫不自阴阳之和生化，为两仪始生，则太极之仪器所化，由其有动静，动静亦阴阳也。不过仪器之动静，而成两体之阴阳。老氏所谓一生二者，即指此也。夫太极之初，故浑然元气，无形无质，无色无相者也。然以其元气，有其光焉，光生热，热生动，动则有生。光者元气之体，热与动者元气之用，生者用之见也。远者人也，人之德，以生为用，故元气以生化为本，动而有生，生而阴阳出，此元气自然之德，流行不息，而后阴阳之象，往复无穷，一生永生，一化众化，而天地已成，人物已育，生之化之，日益已盛。故元气之德所见，亦造化之功所征者也。故太极者，主生化之书，为天地万物之母而塑世界之初始，则故来自浑然之一气也。是曰气化，气化作始，形化继之。既有阴阳，则生化者自一气之和合而后成，故有两仪，乃生四象。有四象，乃生八卦，即由河图自二气而生五行，洛书自五行而变九宫。老氏所谓二生三，三生万物者是也。阴者成阳，阳者包阴，二气环形，乃见生成。此一气之自然，数之自合者也。故一之卦象，自阳爻图之象，生阳爻图与阴爻图之两仪，根生四象图共四之四象，再由是推之而生八卦图共八之八卦焉。皆气数自然化合而生成者，而其自出则太极也，极义也。图而象之，则谓特殊图，此是浑然之气也。以其既具动静也，则谓特殊图，是以生两仪也。是传之图，有谓静和，应以此二图为则。一图则太极之象，纯净光明，
二徒则动静身阴阳之象，黑白环抱，如是可见太极之体，即所生两仪之象也。夫异象者，言天地既生之后者也。故取象自太极以下，而八卦也，六十四卦也，三百八十四爻也，皆两仪四象既生之后之事物也。种在既变之象，故名曰异，异变异也。而异有太极一语，即名是所自始也。异字不必指书名，当以卦象变异之意示之。有字不可属于易经解，当以字无入有之意示之。盖言易之言变易也，必自其变所始考之。言变者必真于有物之初，而始有者，即变之始见也。则太极者，即万有之始，亦万变之宗，故言变异，而名变化之源。言自无之有，而名有物之始，自当素太极而为全意之根本，则亦有太极一语，其意义至深切者名也矣。若是为易经有太极，则不合矣。太极非物也，言亦虽自伏羲，而太极之有象，则天地之先也。故太极不得视为一所有无者也。要知太极之象，传之久矣。伏羲实化之为一，无此图也。后圣见由伏羲之一，演之为圆圈，以示其体。又有由圆圈之象，演之为特殊图，以明其用，即特殊图自所自出也。后更演之为黑白交互之象，以明两仪既生，二气之中流不尽，而以正天地生化之序，乃合异象八卦之图。此经是所传之太极图也。图之为象，在明其体用。黑白之图，有用于体，尚非全也。必先有浑圆明澈之图，以象其本来元气。何以黑白交环之图，以象其动静身阴阳。于是体用皆全，变化自见，如一之卦象，自一身阳爻图、阴爻图，自阳爻图、阴爻图生四象八卦，皆有序也。若不循序观之，则不知八卦所自来，又何以明卦象之体用与变乎？故易者太极也，阳爻图、阴爻图者两仪也。八卦皆自是生化者也。古人言文尚简，况当画卦之时，尚无文字，所有之象，仅八卦与六十四卦，虽有太极之象，而未有图，又未已列于卦象前后，不过口授之后人，知其有所始耳。待文王之后，诸圣人之言，皆彼之书，不独一之象异。有其文言示之，
即河洛太极之图像，亦有传续以解之。此系传中有亦有太极之语也，盖恐后人不知易卦所自始，而忘其本，故特述先圣之言，而系此以传之耳。系传者，未系于此以为传授，以意象之未备，恐先人口传不垂久远，故系之词，谓之传。言犹系之于意，是无疑耳。天地之前一气所凝，故无物也。天地既判，万物续生，人气之所周流，故盈天地者，物也；运天地者，气也。气化而物生，气化自太极始。太极者，气之主宰，其化生之序，则见河洛二图，阴阳并行，生化无疑。曰阴阳者，以太极气化之次序也。太极之初，元气纯阳，不可分阴阳也。元气胚动，乃生阴焉。动则阴生，静则阳复。气阴动化，生以动成。故太极初生为阴气，而其后动静往复，二气始分。此阴在阳先之意，非有所轻重也。至其计化，二者并行，阳主阴从，刚先柔后，则阴统于阳，天包乎地，此有生之序，不可乱也。故太极之后，河洛之象乃见，天地为两仪之大者，天生则得成，得生则天成，天地合经，生成乃见，非如太极之气化也。故两仪分合，五行已出，五行往来，九宫已分，五行九宫，即一之四象八卦也。故卦有气，有数，有位，有时，有其名类，有其变化，皆由气之所至，生化自然之序。然生化虽重，不得离于阴阳。以气化之后，必因阴阳之化合而后生也。天地阴运，万物化生，此造化之序可计者也。自太极以一气而分为两仪，其德在身，德流气薄，生生不已。太极未有生之祖，两仪未有生父母，皆气之自治也。气之自治，是谓之道，以其循环往来不相害，消长盈虚不相乱，而以成其德也。为道有德，道不可见，其德显焉。两仪之德在身，即其道之见也。道以成其身为先，人之成道者，长生而生物，此即顺道至德之事也。故道出于太极，见于两仪，成于人，全于性，
为性合乎道也。人生之性，受于中气，亦太极之元气，身而有之。犬性则犬身，成人则成性，身全人成，纯乎道也。故归于太极，复于真境，是谓的道。故曰道者，反本复始者也。本始者太极也，反而复之，纯乎元气之体矣。是故义之言教也，以道为本。圣人立卦象，将以明道也。道之始乎太极，运行于二气，调和于五行，以应万物万事而成其德，以守中立极而全其性。虽依象以奇数而判其吉凶，依数以言命而明其顺逆，而莫非指人以道。彼克全身以反本复始也。故义之言谓道言也。义之象，原始要中，为教人各正性命也。故必推原道之所自，人生之源，气之所运，数之所合，以定其所宜，而为人立其则，以辨其所至，而是人所有修，必以天道谓之准绳，人道谓之纲纪。尽人以合于天，致力修养，以全身是性，立德成道，此亦有太极一节之大旨也。夫太极故是人以象矣，浑圆无名，虚然光明，凝然周流，悠然长存，气行不息，德真广深，数纪太一，道在用中，故以纯精至神，为天地先，周环太和，为万物宗，其所向者，道之体用，而人之所见者，德之玄玄，人至随所识而得，身成随所欲而合，无大无小，莫能外内，况参以合洛之图，正以乾坤之卦，大哉至矣，其亦有不可尽矣。故义之象始于斯也，且义之言义，义不义名义，义名不义，素始气中，则天地推于无尽；反本复始，则万有归于一元。太极主其始矣，而终亦尽于世，盖以不义之元气，而主变义之阴阳，生生不穷，而真体长存，行行不息，而终极永在，此所以谓道之象也。天地上自此出，而失其用，况其下者乎？故物物有极，事事有终。终极之德，即性病之所见，此中和之功并复载，而人至之德同天地也。易传曰：分阴分阳，迭用柔刚，可以明太极之道矣。夫亦自太极立其极，
而以乾坤带明其两仪。万物皆自阴阳生，故权亦卦爻，皆自乾坤出。乾坤者，天地也，父母也，其德则刚柔也，仁义也，其功则深沉也，父载也。何莫非阴阳之道所见耶？欲明道而知太极，必自易始。亦故演太极而该何落象者也。宗主附注：此文讲太极要义，亦举其大者言之耳。太极图像，秦后儒者失传，为道家存之，至宋时传于周濂西氏，而后儒者亦得有之，时以门户之见，宴席之身，自毁者大有人在。徒以易传有亦有太极一语，无能根本推翻之也。冉周所传，虽名太极图，实则太极以身两仪之象，非太极之体也。后人有眼位一圈者，有位黑白相互，中藏一小圆圈者，取义固善，然上非全体。以太极之出本无极，由无入有，必有其象。如何图之与洛书，由二五变为九宫，其图不能混为一也。必先是太极之体，浑然元气之时，再是其动静之用，阴阳生化之象，方可由图见天的生辰之序，阴阳未判之先也。故夫子命作二图以象之，一圆圈浑然明净，此其体也。一黑白交互，二气流行，此其用也。体用既全，始终在目，自意探造化究竟，而明晓由无入有之景象也。夫太极气之所化，全为自然生化之物，因其气之有动静，而后阴阳分，出则一气而已。二气既判，生物无穷，而此太极之象，人如故也。盖前者先天之气，后者后天之体，后天之生化，即后者之所主，而先天之气，人存其中也。其道者由后天阴阳之体，见附于先天元气之时，当依此图正之。苟在生时，百体俱用，情时未除，不能逃于阴阳往复之道，即在生灭轮回之中，是后图二气互为消长之象。若果平除物好，绝至情时，充其性灵，至于中和，则由后天反于先天，即前途浑然光明之象。所谓反本复始，原始要中之道，皆在此二图中验之，其义故重在明道者也。夫子此文，决意教之为指修道之要，非仅是亦有太极之文意义也。读者当三复焉。夫子前讲一本和洛图像，
不止言取其象而至为一之卦象也，实则取其象以立修道之教耳。盖道自本无名之名，修道更难以言闻名其方，必因图像而指示之，乃得悟其本源及其归者处。而图像则自何落实，何落图像，以变者是人不变，不变者是人变，一静一动而阴阳生，一顺一逆而生成见，皆本道以明道，明之即以教之修之也。故观河洛图像，重在动静之间，顺逆之序，更重在以天道立人道，以人道顺天道，天人之相成者道，圣人之立教者义道。道无二用，用之于身则成己，用之于人物则成人成物，皆一以贯之，皆自河洛图像始终之也。故修道之教，不外于河洛之图，而圣人之道，不输于天地之数，尤其浅言之，则为人之事；尤其深言之，则成道之功。易传曰：仁者见之谓之仁，智者见之谓之智。此语以尽河洛之意。一部易经如是，六经亦如是。除事外，更无他语足以尽之也。故道无大小，无远近，人自见之。若推而言之，望者谓之望，愚者谓之愚，人自望愚，何就乎图像也？中国言道，以信礼待之，此宋人言也。实则道自不止性理，凡天地之物，无不在道中生成往来，无一事不有道在。盖天下物物事事，无不在气中行运，而自然生成往来者也。此气之名曰阴阳，气之用即道也，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。天下物物事事不离阴阳，故不离道，非止性理名为道也。气之所行，不独生物，即木石之类，无知无情者，皆有其气，皆在道中也。如一室中，或桌几，或书画，或完好之物，皆在自然中位置，或主或客，或畜类，或虫蚁，出入住席，皆在自然中游走去住，皆有其道也。因天地成于此一阴一阳之道，则自天地以下，无大细，皆不得离道以生成往来。故道者气之道，由车之轨也。有车必有轨，有气必有道，同此气，即同此道。太极者，气之所始，道之所自，言道而不速太极。譬如行路而忘所自至地，徘徊其路而已。故言道必先明太极之用，
既名太极，则性理在其中矣。所谓知其源，则流一策，得其本，则知业一探。此言道者所当知也。儒者言道莫先于易，易自太极出，则欲习道者，可不先求之太极哉？又曰阴阳动静缘相根，而动为阳则阴生焉，静为阴则阳复焉。初无一刻之停，只见消长之气，故动则阳生阴，静则阴生阳。如人做工，以动属阳，而勤健即生阴，反于静，则性健而阳复。二者思虚之间，往复之运，非了然二事也。果动矣，必由阳生阴；静矣，必人反于阳。此理自然而然者，以含有往复消息之意，足以明太极之气无一时停住，阴阳来去，有相根之妙，即天地间二者之相应，正如是也。以阳为主，则阴从之；以阴为母，则阳生焉，非截断可比。如静坐至极，神气活泼，灵光周回，即动也。然非动之动，乃静生动也。故曰阳复，太极之成两仪，即有此动，而分为阴阳。若未动，故无二名。动则阴生，即此意也。凡一理皆向气之流行者，若以不动者拟之，则失意义矣。意者，变意也。变意者，即流行无助之意。阴阳互报，初无可结为二者，详细体会之自明。数甚讲义，太极图者，自意象素而上之，乃是其初之象也，天地之生也。一是象以生成，更一是气之推行变化，以生成万物。其始则简，其继则繁，其本则合，其用则分，而时有定序与方位，有数量与名类，非无际无序者也。盖天地出于太极，其象固大，大则难考。人物生于天地，其形已小，小则一真，真其小，自得其大，以其身也同，而气之形也一，不以大小有殊也。故言天者，必先求之人；言大者，必先求之小。物物有一太极，苟求之则自见，不以为无真也。凡有生之物，皆同此气形而化，皆同此太极之象者也。太极者，至极也。古文太字同大，大者无与比拟，焉独有而绝无，不可复加也。故有大一、大初、大素诸名，
皆是其独有无附加者。太极亦然，以致尽不可复尽，曰极；而极之不可复加，曰大极。盖自是以上，无可逆也。故凡物自大极始，然大极者，不可作上下看，或左右看，以端位极也。知一作中心讲，盖极必有所立，必有其位，其处必至中也。若魔所立，不得谓之极，以无定也。无其位，不得谓之极，魔所守也，非至中，不得谓之极，不可久也。唯有所立，则定于一而不二；唯有其位，则守于常而不失；唯其至中，则久于运用而魔所穷。故名之极，有北辰之为北极也。天之极定于北辰，地之极定于南北极，而世界之极，则定于太极也。以其至极，无复与彼故也。何以为至极无彼？则以其所立虽定而无定，虽有位而无常位，虽至中而无常中，不似北辰之天极，南北端之地极也。夫既曰极，而曰无常，岂非异于极之为极乎？曰非无常也。言无常而有常耳，以随所在而立，所至而位，所行而至中也。故曰无极之极，曰太极焉。夫有之与无，同出一途；上之与下，同名一方；神之与形，同身一类；道之与气，同用一事。故天地既判，人物思生，形神所分，阴阳乃别。此太极之为至极，恰介乎两者之中也。由此以上，皆属于无者、上者、神者、道者；由此以下，则属于有者、下者、行者、气者，两者之中，乃谓极。而太极乃居之，故曰至中，而有位，有所立也。然又既明，无位常无，下既分，上位常隐，行既深，神位常少，气既沉，道位常亡，则两者婉转生化，千变相随，未尝一日易，而极之为极，亦未尝一时失其中与其位也，而亦未尝执其中与位，执则失之，故有常而无常。故曰物物有太极，取欲于小，足知其大；取辟于近，足证其远。故太极者，极而非极，亦乎物之两端，天地之极也。果名乎此，可与言太极矣。夫太极之象，
是天地之生成，生化之循环，阴阳二气之地善，万物之生成变化，自无入有，自始至终，盖无不包在象中也。故义之卦象，肇始于太极，而推溯万有之源，亦为太极。言物必始于有，言生成变化，必本于气之动静。太极未出有，而具动静者也。故推而上之极于事，推而下之始于事，推而内之利于事，推而外之本于事，以事为宗，而后可以推及其他，以事为始，而后可以推至无尽，以天地之气通行而我所至，故其为象也圆，为物也周流不穷，为用也无息不二。而太极谓之极，以定其位，守其中，以欲无尽，而行无穷。故天地不离其度，万物不乖其序，而义之卦象，遂本是以利以成以用，始终于义，以尽其变化。而后天地之道以见，人物之术以明，鬼神之德以知，而后有形者视其生成，有气者通其变化，合阴阳而归于太和，会万类而统于太一，同万行而齐于至中，以言乎道，则道至矣；以言乎物，则理备矣；以言乎事，则情见矣；以言乎天下，无不嫌疑，而行之无不得，守之我所失，是以为教之本，义之源。故非圣人莫之能知，亦非圣人莫之能言者矣。夫子于中庸述其义，曰时中；于大学述其境，曰至善；曰我所不用其极，此极自与太极同一义。盖有物必有则，有则必有极。太极为一切之极，凡在有者皆有极，而凡有用者皆必用此极。此极中庸时中之义也，简明之曰道。故传曰一阴一阳之谓道，而太极即自阴阳成，人生受命于天而有性，性亦合于太极也。故曰成之者性，性成于善，太极之行至善也。故曰济之者善，此太极者统一切事物而言之者也，非仅以一物明之，凡有明者皆合于太极，不问其为物，为事，为道，为气，为行，为神也。苟可言者，必自太极始，有行有守者，必依太极以行以守之也。盖太极之为道也，道之为一阴一阳也，无能外阴阳以生成，故无能离道，
亦无不合于太极也。虽然，太极故自生成者，人之在生成中，而不克明太极之道，则谓妄生之本。圣人乃以教教之，使明其身，而义之义于世间也。故义之素太极，谓至卦也，谓以卦喻其教也。卦之所向，事事物物，皆道之所在，亦太极之所运行，无他物也。二气之消长盈虚，以成天地间之生成变化，而意象之以示人耳，是意之教，尽在太极中。天地万物原在太极中，故亦不得外之以为教。人之求义之名，而不从太极始，将何以见义哉？故传曰：义有太极，其一与也，正中之矣。伏羲八卦所自始，故溯源太极，而合乎河洛二图者也。河图以天地合化，生成五行，以分四方，即四象也。洛书以五行生变，而为九宫，四方之外，加为四隅，遂分裂八方，即八卦之象也。中五者，太极本位，九宫名太乙本宫。太乙虽在中央，而以实行临于八宫，故九宫皆有太乙至临之时，而八方皆受太乙之气，八卦之象亦然。由四象而分为八卦，须其中以为太极。太极虽无象，其位固在，而其气运行于八卦，则八卦皆太极之象，分则为八卦，合则一太极，此天地自然之象数也。太极何以无象？则以义之重在变而推其用，故引其体。以体为先天，非如后天之有形也。太极之为太极，言其气之如是行，生化之如是成，不可以物拟之，故不象之也。然太极之气，无时不在，所行之道，无得不至，其所生化者，自物见之。故列八卦，即有太极。太极自存八卦之中，见八卦即见太极，由道不可见，而以德见之，神不可名，而以形名之。先天者，立于后天，道者存于气，得其一，则知其二，不待别求之也。故八卦之谓虚太极，而八卦之用，皆太极之用也。以太极有名无位，有位无相，故亦有用无体，非无体也。见用即知体，体在用中也。传所谓神无方亦无体者，即此意也。神者，指太乙之神，无方，无定方也。
燕太乙虽居中宫，而周行八方无定也，亦无体，则太极之不显其象，而其用存于八卦，不读八卦，六十四卦，三百八十四爻，皆有所用，皆太极之用也。用见而体藏，故曰无体。后人不明此意，遂不解无体之为何也。夫天地之大，为神者一，为形者万，为体者一，为用者万，故有上下道气之书，太极体道而用神，为名可名，而物不可拟，合之则一，分之则万，皆此太极也。如合天地，一太极也，而天地间万物皆有太极在，道一太极也，而天下万事皆有太极在，太极不可得而象者，恐象之而人一味物也。故虽有太极之图，只可视为虚拟之象，不得认为一物也，不得为物，而物皆有之。故易卦不列太极，而全易卦爻皆存之。伏羲一卦开天，岂非以易拟太极哉？则凡卦爻，莫非自此以来？故莫非太极之象，何事在象之乎？通者达之，直者昧之。观八卦之象，故无在而非太极，是人之能见得否耳。洪教附注：此文是太极之象，明透极矣。太极之象，重在一阴一阳之周流无尽，非象物也。物物皆如是，非象是也，世事皆如是，此天地自然之象，无大小异也。故八卦不列太极，而太极自在卦中也。人能明此，则明神之为神，道之为道，而造化之妙，气数之奇，无不在指掌中也。